掌声欢迎来自南台北林口的显林社台北天林社台受委朱北老师林南英和报方庸，欢迎来自南台北南口咱的天林社。那么现在哈，虽然在我们车上，他们林口显林社的这些秀旗呢，是来自我们宜兰文龙绣庄的绣品。那么我们陈文龙老师呢，因为近几年后被糖尿病所苦，所以他已经不再制作绣品了。现在呢，我们保福宫里面，我们的天主保生大帝圣诞的这个头旗，也是由文龙老师所绣制的绣旗哦。注意回头安转哦，注意回头安转。